做完的时候，我必须说，我很少碰到营造厂说我不休息，我一个星期要做七天啊。这点我个人非常感谢营造厂，他说如果大家要有中秋节过节这个气氛，他愿意配合，这第一点。第二点，刚才蔡里长说的，我当然可以了解啊。那事实上，柯市长绝对不是为剪彩而剪彩的人，所以呢，中秋节是一个心愿。那我觉得谁决定？是大家说，哎，中秋节很重要，那我们一个礼拜做七天，营造厂也愿意配合。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中秋节那条线没有那么重要的话，当然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坐在这里嘛。那第三个，那也许更不合理，要问营造厂说，那你一个星期不要做七天，你赶得急赶不急啊？这句话我倒是不好意思问啊。那我想要听听看大家的意见，所以我现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要如一个愿，但是柯市长跟市府团队也都是希望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那我其实我对这个事情是开放的。不好意思，我先打断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是有登记发言，好，那当然如果有登记发言，基本上我们这边是有发言单，是不是各位可以同意的话，我们就是按照我们发言单的顺序，好吗？不明这样好不好？我觉得今天，我觉得为了等一下的那个整体开发，我们是要登记，但这是马上的工程，也许没有登记，大家也没有什么现实功课定的的话啊，大家来参详嘛，好不好？哦。那个大人里居民洪敏中发言，刚刚那个大人里里长说影响居民很严重哈、哦，那我在想啊，事实上哈、哦，大人里只有这一块是靠大人里，这边是大道里，这边是中坡里，哦，这大道跟中坡，这边是大人里，哦，那、啊、如果大人里的老那个居民比较老一点，比较怕影响的话哈、哦，我想哈、哦。第一天就把这边哈、哦、挖掉哈、哦，然后这边往这边走，哦，礼拜一、礼拜二就完成了，就没有影响大人里了啊、哦。我想这一点，哎，那我想我们这个计划非常做得非常好啊，还有效率非常高。我们希望目标就是9月25号哈、哦，中秋节这边净空啊，我们可以在这边赏月吃月饼，谢谢。来跟各位讲一个插曲哦，你知道公共工程是以这个工程来讲是要绝标给最低标，可是我们没有绝标给最低标哦，我们到最后还做资格的鉴定，所以今天这家建筑师跟这家营造厂他们是有品质的厂商，不然他不会做这个承诺哦，跟各位说明一下。那刚刚这位朋友的说法我觉得很专业，艺术是说从每个工厂啊可以东到西南到北啊，大家的考量我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局长啊，我现在刚才讲那个拆除的哈，我有一个小小的意见啊，因为你这个开工到收工的话，这个六点的话，你可能会拖到6:30，我认为是可能会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大道里、中坡里、中心里那个垃圾车是那个点是最重要，你还没有考虑到，这是安全的问题，相当危险，所以说你要考虑到这个出入那个从96下，那是刚好是我们中坡里的那个垃圾车是在那边集。那个落座点是从那边，所以说你要考量到这个垃圾车的问题。这样好吧，我们大家集中几个问题，我们再来回应好了，好不好？谢谢。来，麻烦这位。我的意见很好，是。那刚刚讲那个防尘的阴架，它的高度啊，应该
跟它的那个建筑物的高度啊，要比建筑物的高度要高，否则上不了层。好，这是第一个，所以应该比那个建筑物的高，那个硬架要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拆除的时候呢，应该是洒水，否则的话那个尘土啊会到处飞。那我们是80项，刚好那个尘土通通飞到这边了。啊，所以第一个要求就是防尘的高度要高于建筑物。第二个呢，就拆除的时候一定要洒水。谢谢。好，谢谢。哎，是。好，不好意思，我们大概三个问题，稍后一下。好，是。刚才有提到说，是不是28号要开始拆除？是吗？那又说28号要开始灭虫，那这样是不是时间上不对了？应该先灭虫，那你不然你拆除就把虫都赶到我们家80巷那边去了。好，谢谢提醒。先灭虫再拆除，好，时间先后要确定。好，这个没问题，这个我们就先在厂商这边，我们就先处理，好不好？好，谢谢，来，谢谢女士。再来，我姓黄，我是那个大道岭的居民，我自己本身也是在营造公司工作哈。那首先就是说，我想知道，为什么留一栋没有拆？那另外就是说，营建废弃物哈，就是刚有提到，就是那种尤其拆房子的污染很严重嘛。那围篱的部分是围高一点，而且那个层满，然后另外就是废弃物运抵的时候的动线，不要污染到不止我们附近的比较大环境的，要弄干净一点。因为我刚听到就是你们的作业时间，让我觉得说，好像双重标准。我们公司我在营造公司工作哈，我记得就是说工地早上8点工作到12点，中午1点到5点，提早1分钟开始动工，收到罚单。然后慢1分钟收工，收到罚单。但是刚才听到的，就是这家营造公司，不知道是跟台北市政府特殊什么关系，可以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6点，礼拜天也可以工作。我们礼拜天假如工作的话，保证罚单哈，而且这一次开罚单3万，下一次9万，下一次是这样 double 这样累加进去的。懂啊，所以我觉得说，你们的假如说会营造的那个工作时间可以特殊，可以就是 full time 这样，早上8点做到6点，礼拜天也可以做的话，那我们小老百姓开的营造公司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整天收到罚单，所以相对的，你们说可以把那个安全卫生做得多好，其实我是蛮质疑的，谢谢。这一点不需要营造厂回答，我就来回答。我诚实的说，我很感谢这家营造厂，他不是特别的人，是否不必对任何人有特别。如果这个事情还没有开始，就是个犯法的行为，情何以堪？这位朋友，真的，你听进去师傅的话。我们不是来捣蛋的，我们不是来故意的，我们有最大的诚意。甚至在那么多次的开会里面，我其实知道有些人要，有些人不要，有些人不确定，可是这不就是这个城市的成长过程吗？你刚才说那是行，我主动拿起麦克风，这家营造厂我不认识他，这家营造厂也是老百姓，我也是老百姓。我要说的是，有任何违法的事情，请检举。但是还没有。谢谢。好，谢谢。我这边哈，因为刚才几位朋友已经有一些问题，我是不是同意有关于我们施工的时间，还有我们施工的防护措施，还有我们废弃物的这个部分的话，请我们营造厂的施工厂商来做回应。
好，就是刚才有我们乡亲指教说，施工的防护措施阴架应该要高于建筑物的高度。然后第二个是有关于刚才我们有乡亲在反映施工的时间，好，这个部分麻烦一下。各位长官、各位里长、各位民众，大家好。施工的时间就是早上8点嘛，哈，到中午12点。啊，下午1点，那刚才民众有反映说最好是1点半，他说休息时间嘛，哈，不然就改1点半到5点半就收工这样子。啊，假日的话，就是民众有反映说假日尽量不要做，就是我们会在检讨说看假日可不可以不要做这样子。谢谢大家。这边先说明一下哈，刚才有朋友指教说有关于施工期限这个部分哈。基本上我们施工管理，就是我们台北市建管处这边施工管理基本上都有一个报备制度。基本上任何一家营造厂商，不是只有我们现在得标的厂商，任何一家营造厂商透过正常的申请程序都来可以来跟我们建管处申请赶工，只要他提出赶工计划、交维计划。那我这边大概补充一下，我们的施工运气的那个废弃物的清运基本上是从我们的96巷这边该进出，尽可能就不要影响到我们这边四周的居民。但是毕竟拆除的这些营建设营土石方都还是必须要有人去处。好，那大概以上先这样补充。那另外在座的各位朋友有没有针对我们拆除的部分还有没有要指教的？哪一个部分？高度啊，对，高度。那个高度应保护措施的那个高度要高于现有建筑物多少？我刚才提的没有回答。阴架的部分跟那个驱虫。对对对。驱虫哟，就是可能28号会驱虫，我们可能是应该是9月1号会开始动工这样子。我想驱虫这个部分哈，比较不是太大，我们就提早在做防护的同时，你就可以开始这两天进场试做的时候就可以。去进场做的，好，那当然这个部分驱虫的部分，当然还有我们社会局有没有要补充一下？原则上其实我们就是先驱虫，就是在那个正式动工，因为他们其实作为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开工，但是他们真正的拆除其实是在我们先做这相关的除虫作业，我们就先做第一次除虫。那除虫在这个过程里面都会除，刚刚有提到我们。会陆续进行4到5次的除虫。好，阴架的高度稍后一下。报告，阴架的高度跟那个建筑物比它建筑物高一点点这样子，高差不多1公尺，哦，啊，我们会做洒水的动作，都会。那个网呢？那个网如果是出洞的网，那灰尘还是出来啊？不会不会，我们会做防尘网，防尘跟那个防布这样子。谢谢。好，那在座的还有要针对施工的部分有要再指教，女士，麻烦。后面那位女士稍后一下啊。不好意思，我非常不专业，就是非常不专业，然后我是说我们非常不专业，可是刚刚听半天没有听得很懂说，说那到底拆除的方式它的细节是怎么样？那譬如说刚刚是有提到那个阴架的高度、防尘网这些，那可是总有一些施作的步骤，然后哪一栋先？刚刚有朋友提到的，那是不是可以从这些比较细节的部分再给我们仔细说明一下？就是你们会怎么动作？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机具？虽然我们可能不见得听得很懂，可是可不可以尽量讲清楚？谢谢。报告哈，就是刚才民众有就是反映说这一栋希望这一栋先拆嘛，哦，我们会尽量依照说从这一栋先拆掉，啊，我们会就是早上8点嘛，哦，到中午12点，哦，或者就是。避免打扰，就是各位那个午休时间嘛，吼。那我们是用大型的那个怪手，吼，大钢牙跟那个破碎机，哦，去拆除，啊，而且会洒水，就是一定拆完的多少都会有那个灰尘嘛，我们会尽量把那个粉尘嘛降低这样子，
提高那个民众的生活品质，这样，谢谢。请问，补充一下啊，那个他所谓的大钢牙是用剪的，就是一块一块大块去剪，而不是直接用敲的。好，所以各位在疑虑说那个粉尘跟噪音的话，它会稍微小一点，我不能说没有哈，但是毕竟它还是破坏积聚，所以还是会有一些震动。好，好，那位先生。后面刚才那位紫色衣服女士要发言吗？好，那就等一下。我是高胜润，是大连旅游的经理。我听起来像大家都担心那种那什么灰尘，对不对？我觉得呢，应该是四方形用架搭起来，四方形用那个布，那个帆布通通围起来。那围到那个高度差不多最少要六尺，才会那灰尘才不会回到我们最多一边金顶的地方，因为我有经验，那以前那个公园对不对？公园以前那个都拆那个药楼嘛，对不对？听说了，讲的说很好听的，刚刚才这个工程工作讲很好听，他说要洒水要怎么样，但是现在讲是很好听哦，但是做得下去的话哦，以前那灰尘哦都灰到我们是住在湖头街80树巷7号3楼，灰尘刚好都堆在我们对面，我们跟他讲，他说好好，我洒水也是没有用，叫他那盖那个棚布，他说我们没有预算呢，我们预算就要盖这个棚布呢。我希望，我们这个林州里那个督察局长，希望这个钱哦，要把那加上去，要围离这个布棚哦，那个棚布啊，对周遭的里面哦，比较空气哦比较好，而是噪音也比较不会。我觉得是这样，不要因为哈来造成以前不能那个公园那边啊，也是都是拆除啊。每天灰尘哦，都往那个北方哦，都会到西方来，刚好都到我们家，的灰尘都很多。我希望讲的话哦，是很老天啦，但是实际上做下事情都不一样。谢谢。好，谢谢。这个防尘网的部分哦，显然是大家都很关切的。我想这个部分的话，我会请我们建造建筑师这边跟营造厂这边，好好针对他拆除，因为他现在拆除的部分哦，这可能请待会营造厂说明一下。你在拆除的时候是一栋一栋来，还是有两边一起来？那你的房屋说是跟着你的拆除的过程是怎么样进行的？跟大家补充一下，好不好？拆除的动向是一栋一栋的拆哈，它那个阴架都会用那个帆布网有没有哈，把它围起来，就是围到那个顶楼那边。啊，继续在拆的时候会尽量不要太大的噪音这样子，请民众多多包涵，谢谢。刚才后面还有位女士，谢谢。没关系，你坐着说好。大家好，我是以前住在福德平宅的住宅。那当年的时候，在9年前，台北市政府说台北市的老人太多了，不会走路的太多了，叫我们搬家，那要盖7层楼有电梯了，那我们搬走了。搬到现在，那福德平宅又不盖了，要盖停车场，让我们住在福德平宅的人住在外面，天天盼的回家。但是政府很好，是给了我们5000块，叫我们租房子住安养院。住安养院的人都不能好好住，都无缘无故死了好几个。那像我们来说，天天给房东赶来赶去，没有地方报住，我们天天等啊。但现在看到福德平宅要盖房，要拆房跑到，等到要拆盖停车场，我们觉得很奇怪。那附近没有做生意的店。大生意店为什么要盖停车场？那停车场的话，就让我们这些福德平宅的老百姓永远回不去了。那这些孤苦老人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老先生背着他妈妈用个大帆布给绑了脖子，那老人背着身上楼，
所以拜托拜托台北市政府当年规划好要把福德平台的地盖什么，然后说平台的地四四方方可以盖好多给台北市孤苦无依的老人住，不要说给了钱了，但是钱是浪费，因为那钱都是大家交的所得税，你们还是把房子盖让我们回去住就好了。我们是天天盼日日盼，看到现在好不容易要拆房，好高兴，但是要盖停车场了，所以拜托拜托市政府社会局帮帮忙，让我能够如愿回家。好，谢谢你们。好，市府一定加把劲，跟这位大姐说明一下，不是盖停车场，是将要启动一个整体的开发，有您刚才说的让大家回家的公共住宅，只是这是一个需要几年的计划。那在这段过程当中，很多里民希望还没盖房子的时候，这个地方可不可以拿来做地方居民的停车之用，所以这是一个暂时的停车场。我自己心听了也很心痛，其实台北像这样的地方有很多很多很多，大家都等了很久很久很久，市府只有一个信念，总要有第一天的开始，我们现在开始第一天了。再清楚回应这位大姐，我们不是盖停车场，这是临时的啊。那您说的那个住宅的计划，等一下我会跟各位报告，终于要开始了，谢谢。好，谢谢。刚才有位民众刘慧柱，是刘先生刘小姐，她有一个简报档，是有关于拆除的部分，要做说明吗？不用了哈、哦。好，谢谢。那在座的各位要发言吗？好，那待会说明按那个规划设计说明完之后再麻烦你。那在座的各位还有要针对拆除的部分表示意见吗？是。那个拆除的部分呢，是不是可以请那个厂商把它写清楚，它怎么样拆，然后呢，它怎么样尽量的减少粉尘，怎么样的吸音量的减少噪音，这个这个细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能看到白纸黑字。那因为现在我们刚都没有看到真正的拆除的计划，就是动线而已，施工的作业我们不知道，拆除作业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有白纸黑字，我们大家有些很专业的人士可以仔细的看，然后给你一点意见好不好？因为我们已经在拆除主体广慈主体的时候，大家都受到很大的惊吓啊，很多的震动，很多的粉尘，那我们希望不要重演，谢谢。报告各位哦，就是民众有就是说从八十巷口那边先拆啊，我们这是这两天哦已经在做那个围篱哦，还准备要搭那个阴架，做那个防尘网哦，要保护就是说怕那个灰尘啊哦飞到那个民众的家里面，我们尽量降低这个灰尘，所以我们会把那个阴架那个帆布啊哦尽量包的那个扎实一点哦，啊每天作业就是尽量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震动，尽量不要大力的敲还是什么的吼，它会震动还是什么的。哦，这次这个请那个多多原谅，谢谢大家。我这边再补充一下哈，因为我们现在拆除工程也是要报施工计划的。那施工计划的内容哈，因为坦白说这个厂商也是刚决标，所以他还要再提书面计划来。书面计划的内容基本上我会把它整理之后，就比较我们今天简报的内容资料，我们会上网让大家来参阅，好吗？好，包括它拆除的栋数，好这个部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好意思，我先在拆除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接下来请停管处，好，我们的议程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有关大家很关切这个停车管理的部分，就是现阶段的停车管理跟未来我们拆除之后的停车场的这个停车管理，请要做个说明好吗？那个。